大家好，我是吴一米。这一节来分享一个个人的作品案例。金星开锅，谢野地。这个穴现在就是开了出来，还没有安放。跟着我们的安排镜头来欣赏一下。开穴前的一个探土情况与穴情周边环境。在分阴的叶子边上，我们做一个探土的工作。现在探到的就是1米1左右的，带出来的是有限色土的。敲掉这土，再来带一手上来看看，也是有限色土的。暂时探得在 65cm 至 130cm 的范围都有色土，这地是平杆农，麦起不再太深。探看后立即密法回填，以防泄气。我们选用了过几天的及时来简单修造出整个分型，在穴位上的30公分表土里挖出一条青蛇。现在还是冬天，这时候的青蛇还是在冬眠的。我们将它放移到分阴叶子下方放生，靠近电视航拍机机翼风力太大，它才走动一下继续待着。穴位上出现动物的情况是正常的，穴位上藏风聚气，地表里有地心暖流。升高退出穴位，看一下外边的环境。现在看到的是来龙入手与后靠山。穴位是金星窝结，结在螃蟹的右边蟹眼上。
还要看一下血型的整体外形。它的这个山形就是一个螃蟹形。以螃蟹的蟹钳做暗山，暗山外两层峨眉庵草拱抱，向上外有笔架山做草印。这是左边总水口方，左边重重青龙山逆抱，在血性后方看前朝，看一下右边，看一下左边，此穴收逆水为主，暗山作胆囊，四水归堂，水口勤津。
本次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请订阅关注。